老班长，您想吃什么？我请客。你少来这套。是人家的嘴软，这道理我懂。你不就是怕我在你们单位门口跟你嚷嚷起来，把事闹大了，你不好办吗？不就这点心思吗？你赶紧的吧，找一个人少的地儿，把车停下来，咱俩把事定了就完了。不想跟你浪费时间。行，那我听你的。 干什么玩意儿？拿着，10000块钱，你别嫌少。杨建功啊，要是为钱，我郎德贵绝不会来找你。你以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用钱都能摆得平吗？你是小雪的亲爹。 你女儿在家里面等着你帮她呢，可能只有你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够救她的命，救命你懂吗？这是我的电话号码，你想通了给我打电话，拿着，老班长。 要不你打我一顿得了，真的，我那样子我心里可能好受点。我不打你，我要打你还等得了今天吗？我早就揍你了，我当初没打过你吗？啊，有用吗？你不是还是抛下白慧母你俩走了吗？杨建国，我就告诉你一句话。 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要有良心。来，再吃一口啊，妈。 咋了？我想和我爸说话。小雪，先吃饭啊！吃完饭我就给你爸打电话。来，再吃一口。我吃不下。行，先打电话啊！打完电话再吃。
喂，月芝啊。大棍儿啊，你等等啊，小雪跟你说话。咋的了？你快回来吧，我想你了。爸也惦记你。你好好在家养病，啊，啥也别想。爸爸这边的事儿忙完了就回去了。我谁也不要，就想你回来。你在我身边，就算死，我也不怕。听爸爸说啊，爸爸现在是巴不得分成两半儿，一半陪着你，一半在外头。爸爸现在是真的觉得对不起你，没在家陪着你。但是那什么，等爸爸农场这边的事儿忙完了，爸爸就回去了，啊。你一定高高兴兴的啊。别想，爸，爸爸这就回来。等着爸爸。怎么才回来呢？这两天妈妈和我每天都在家里等你吃饭呢。等我干什么？你们先吃吧，我吃过了。你在外面吃饭，你就不能跟我打声招呼啊？我厨房里给你留着饭呢，你今天不吃，明天就不新鲜了。不是你真是真有意思，你打个电话就怎么了？你原来可不这样啊。你这两天是怎么了？这是，我爸肯定有心事儿，昨天我就看出来了。这没你事儿啊，你爸累了要休息。你饭吃完了吗？吃完了。去写作业去。我这是关心我爸，有什么错？行，那你先休息一会儿吧。哎，我想跟你聊聊。哦，等会儿吧。我先把厨房收拾干净。你等等。那是那10000块钱，你收起来吧。这怎么人家不要啊？不，咱们家现在真没有那么多现金呀。你先去忙吧。等你忙完了，我再跟你好好聊，啊？行吧，那你先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说。你是小雪的亲爹，你女儿在家里面等着你帮她呢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够救她的命，救命你懂吗？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啊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有良心。来了。
找谁？小朋友，你是姓杨吗？哦，对，您找我爸吗？谁呀？哟，您是找建工的？来，来，快请进。建工，建工，哎，快，有人找你。谁找我呀？对不起，找错人了。这人好奇怪呀。志强啊，放心吧，爸爸没事儿，啊。刚才我去了趟杨建功家，我啥也没说就出来了，他应该明白我啥意思。事情憋在我心里好多年了，好多次我都想告诉你，可每次一开口又都咽了回去，因为我害怕，我不知道我说了以后会有什么结果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刚才的那个人你认识对不对？你这几天情绪不对，是不是跟这个人的出现有关系？这个人是不是叫郎德贵？是你女儿小雪的养父。你在兵团的时候他是机务排的排长，小雪妈妈的师父。你全知道？那你怎么从来都没有问过我？我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。我不愿意面对这件事情，我一遍一遍在心里告诉自己，这是假的，是谎言，是别人在诬陷你。就在刚才你出来之前，我还告诉自己，千万不要把这层窗户纸捅破。可这事现在瞒不下去啊，我恨自己，我为什么就一直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你？其实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想跟你说了，可我怕失去你，后来又有了天宇，我就更加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了。这么多年了，这件事就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上，一天比一天的重啊。几年前小雪来找过我，她问我
我是不是他亲生父亲，可我没敢回答他，我根本不敢认自己的女儿，因为我害怕会失去你和天宇，我特别害怕会失去这个家。当年我在兵团，为了能够返程上大学，你知道吗？在那个时候，那是唯一能改变我命运的机会。我抛弃了小雪的妈妈，这事压在我心上，我一直都不敢去承认，我根本就不敢去想。可是今天我必须得告诉你，因为小雪病了，诊断说她得的是白血病，而我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亲人。如果我的骨髓能和她的配型成功，那小雪她就有了活下去的机会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俩的问题就在于不敢面对现实。自从小雪出现以后，你很痛苦，我也很痛苦，我们真是自欺欺人。建功，这件事儿发生在我身上，你让我马上接受，很愉快地面对。说实在话，我很难做到。你让我怎么跟天宇说？你让孩子怎么接受这个现实？我不愿意跟你又哭又闹，让别人看咱们笑话，所以我要自己静一静，我要好好想一想，想想我应该怎么面对现实，面对你，面对小雪，还有我们的天宇，好给你一个答复。你干嘛？我想一个人走走。我陪你吧。不用，我想一个人。郎排长，我终于把事情跟我爱人说了，可轻松了很多。不管结果如何，我是小雪的亲生父亲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。今天早点睡吧，明天早起。房间我已经退了，这两天我想回老家休养一下，顺便检查一下身体。我
明天早上去订咱俩的车票。不用，我自己走。你不用跟我回去。妈，你什么意思？儿子，这些天心里一直在埋怨妈妈吧？小雪这件事情，妈妈确实做的自私了。这些天呢，我也想明白了。我一直以为我是为你好，结果好像不是。那天小雪的爸爸来找我们，希望你去见小雪，我没答应。哎呀，他走以后啊，我这心里这个不安，我想了特别多，甚至我想起来，你爸爸临终以前紧紧拉着我的手，就希望我待在他身边。越想这心里头越不安。明天就是小雪生日了吧？你去看看她吧。妈错了，妈糊涂了，不应该把你拴在身边。你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。妈，行了，什么都别说了。我现在就希望小雪快点好起来。我希望我儿子幸福。小雪，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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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还记得我的生日。小雪，你看，这老狼家的人现在可都到齐了。可惜爸爸不在。爸呢？哎，小雪啊，赶紧把你准备的礼物给小姑送去。小姑，生日快乐，早点回家。谢谢小小，你亲小姑一下。OK。哎呦！爷爷！哎，小小，哎。来，快，要把蛋糕给姑姑拿过去啊！慢点，慢点。小雪，爸爸晚来了一步啊。爸，你去哪儿了？好几天都没看见你了。爸爸回了趟农场，啊，一回去就碰见那些老朋友、老战友，非要挨个的请我吃饭，请我喝酒，就不让我回来了，这耽误一个多礼拜。我跟他们说，我说我闺女过生日，我必须走，这才放我走的。你别骗我了，我就是希望你别太累了，不要为了我去求别人。没有，真没有。爸，我叫郎春雪，是你郎德贵的女儿。我这辈子最幸福的，就是有你这样的父亲。我只要每天都能看见你，我就很高兴了。爸爸知道，知道。来吧，过生日了，来，咱们切蛋糕吧。都把蛋糕打开吧。啊，来，坐下，坐下，过生日了。啊，给小雪过生日。哎，给小雪过生日。哎，小雪。啊。你给小姑唱个生日歌。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。快乐，祝你生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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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。好，好。
你来干嘛？我想。想看看小雪。过来，说句话。你还有脸回来？我们家的人不想见到你。哥。别叫我哥，受不起，滚蛋，滚，滚！哥，哥，我就想看看小雪。你听着，小雪好不容易才缓过来，她不想见你，你走不走？你不走，我打死你！我今天一定要见到小雪。志强，爸，这小子还有脸回来？他想见小雪。叔，你来了。我回来了。叔，我要见小雪。我求求您了，您就让我见她吧。我想她。真不走了？真不走了。我想明白了。我妈也想明白了，我们全家都对不起小雪，更对不起你。别这么说，我理解，都有难处。啊，月芝，你来。这咋的了？咱俩回家吧，让人俩孩子自己待会儿。时间，我真的忍不下去了，我受不了没有你的日子。回来就是为了陪着你，不管你的病能不能好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。所有的困难，我们一起面对。这都是我的真心话。小雪，原谅我行吗？我恨你，你怎么舍得丢下我？不会了，我再也不会丢下你。建工，建工出事了。怎么了？燕云走了。这是他在桌子上留下的。
妈，我走了，去找我的姐姐小雪。小雪姐姐的病是可以治好的，只要能给她移植配型的骨髓，她就可以获得新生。我愿意捐献我的骨髓，救我的小雪姐姐。关于小雪姐姐的事情，让我一次又一次感到心痛、心寒。我没有想到我的爸爸竟然会是一个冷血、虚伪、毫无担当的人。爸，您不是一直教育我要做一个有爱心、有责任心的人吗？可您的爱心呢？您的责任心呢？小雪姐姐是您的亲生女儿。爸，您太让我失望了。妈，我知道小雪姐姐的出现对您是一个不小的打击，我能理解您心中的委屈和烦恼。可是在我心里，我的妈妈一直是最善良、最宽容的妈妈。小雪姐姐是我们的亲人，是我的亲姐姐，我们都应该去帮助她。说实话，我非常羡慕小雪姐姐，她有一个像狼伯伯那样值得大家尊敬的好爸爸。爸妈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知道应该怎么做，请你们放心，儿子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天宇。姐，姐，姐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杨天宇啊，咱小时候见过。天宇啊。啊。孩子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狼伯伯，我来看看我姐，还给我姐带了些东西。姐，这是我给你买的发卡。这个是阿胶，山东产的，听说补血特别好。孩子，这些东西都是你爸爸让你带来的？是我自个儿勤工俭学攒下来的钱买的。吃饭了吗，孩子？哦，刚在火车上吃过了。姐，我买的发卡好看吗？好看。阅兵，爸，你们说好看吗？好看，当然好看了。这是天宇弟弟的一片心意啊。狼伯伯，你让医院他们抽我的骨髓吧，我是小雪姐姐的弟弟，一定能成的。你爸你妈同意吗？狼伯伯，你放心。喂，喂，狼班长吗？啊，我是杨建功啊。哎，请问一下，我儿子是不是到你们那儿了？对对，天宇是在姐姐这儿。你们放心吧，啊，孩子很懂事儿。啊，那就好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现在在高速公路上，哎，我跟天宇他妈妈正在往你们那儿赶。哎，狼班长，晚上能不能约个地方，咱俩人好好谈一谈？可以啊。行，晚上见。哎，好好好，地方你定啊，到了以后通知我。那到了我给你电话。哎，谢谢啊。没事，走吧。你知道吗，我看完天宇给我们留的信，惭愧了，我觉得这辈子好像白活了。这些年我一直都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去，有时候想着想着，做梦都能给惊醒了。这个包袱背得我一天比一天沉，有时候在人群当中，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小丑。我要再这么活下去，还有什么意思？要我说你活该，
自作自受。你说我说你啥好？嗯？你良心呢？哪儿去了？我想好了，我要给小雪捐献骨髓，这是我跟田雨妈共同的决定，也是我必须承担的责任。我跑到省城，一次一次的找你聊，我等的就是这句话。现在就希望老天爷保佑吧，但愿我和他的骨髓能配对成功，一定要让小雪好好的活下去。老排长，明天带我去医院吧。杨天宇的骨髓不匹配，杨建功的匹配上了。配型成功了，我不需要。你说啥？我不需要他捐赠。你说你这个孩子，你咋能这么说呢？我是你郎德贵的女儿，我只有一个爸爸。小雪，我知道我对不住你。我更加对不起你的母亲，可这还是多年了，我这心里难受。我觉着我每天都在欺骗自己，欺骗我的亲人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不配做你的爸爸。郎德贵，他才是你真正的爸爸。雪儿，听爸爸说啊，不管咋说，你的生命是你的亲爸给你的，没有他，你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你也就不会遇到我，不会遇到你的月枝妈妈，不会遇到你的哥哥姐姐。听懂了吗？爸，答应爸爸。来来来，走。
都到人了吗？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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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说两句啊，当年我们在这北大荒，就是这些五谷杂粮养育了我们，养育了我们的孩子。如今我们都老了，孩子们都长大了。去年的今天，小雪成功的接受了骨髓移植，现在是完全的康复了。 我感谢这片黑土地，感谢大家伙儿，咱们是因为爱和宽容才走到一起的。我提议啊，以后每年的今天，咱们都聚到一块儿。我希望咱们一年比一年好，年轻人的事业蒸蒸日上，日子越过越红火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给大家拍张合影吧，咱一块留个纪念。 好不好？好啊！来一张，来来来，吉祥之刚，你们站前面啊，大家凑得近一点，来，再凑得近一点。